嗨，我是 Michelle，今年28岁，是一名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。在我还没接触 Smart Will 之前呢，我是觉得我们那么年轻是不需要遗嘱的，遗嘱是需要到60、70岁才可以做。但是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呢，是因为我想要让家人得到更好的保障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或者是意外几时才会来。当然，立好遗嘱后，我们的家人也不需要再花太多的时间跟金钱在我们的后续的工作，然后这个也是对家人的一份爱跟责任。我选择 Smart U 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够安全，它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隐私保障，而且它可以及时在15到20分钟内可以做好一个合法的遗嘱，线上遗嘱，非常快速简便。而且呢，他们还提供最全面的线上遗嘱服务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们都可以去找他们了解详情。而且呢，现在呢还有那个精美的打印服务，只需50块哦。